诺诺诺点赞外流，学长干的好事。近来转战演艺圈的网络真妹诺诺孤玩语，去年初三张诺点照在网络疯传。被检查出，主要是诺诺在去年十月在学校遗失相机，被学校的许姓前长捡到。他透过脸书私讯好友询问，这个女的照片好眼熟。经好友告知是同校的校园美女诺诺，他为了展现自己是个真男人，将相机的照片备份，还将裸照转传给好友。合理的是，这名学长还以脸书联络诺诺，以归还相机为由约诺诺见面，还要求和诺诺自拍作为报答，并发文炫耀好心有好报。诺诺也曾发文感谢，并对网友质疑学长可能备份的事，还曾主动帮忙喊冤。没想到这名学长将诺诺的裸照转传给好友后，一路转传，诺诺才知道自己裸照歪流。警方循线找到传送的对象，揪出许姓前长等的犯案，以妨害电脑使用、散布猥亵物等罪起诉。转传裸照的另外三名男子也遭一并起诉。诺诺昨天帮我在脸书发文表示，狠狠地打那些说我是自导自演的人的脸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